而且被打的哦，面对中心打的打的都蛮扎实的。一好一坏，这一棒打神的在左外野方向被咬中，打神的在左外野方向上去了。哇、wow ！这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三分炮。哇，又是一个偏高的球被掌握住了。陈佑进呢，在今年球季的第六支全垒打，是一个左外野方向的三分炮。我今天球小可悬起来啊，危险。所以对曾兆豪来讲，只能球把球压低了。面对快那个偏高的球了，他是压不住的。这一支更是重伤害，因为垒上有两位跑者。那比数呢变成了5-0呢？前两局同一队都靠着全垒打得分。